冰情呢，预计比往年的同期要偏重一些，大约在18年的3月中下旬会出现融冰期，恢复陆岛运输的恢复呢，大约要在3月中下旬以后。 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岛上的边防派出所的这个拍摄了一下岛上目前越冬物资，包括岛上生活的。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一下这样的画面。其实呢，我们上的一些超市，应该看一些生活存的是非常充足的，而且包括了各种粮食。这个对于觉华岛困或者是包围的这么一个习惯，所以它已经个海洋站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一个测冰。 我刚才了解到，看到上面的这些温度计，他们是在测量这个冰温，而那边的那个冰钻呢，正在摇的这个冰钻，实际上是在进行这个测量冰厚。现在一道一道，这个冰的冰厚已经是超过了30公分，而且我们现在了解到，最厚的海冰。